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最近早出晚归，夜里睡得又晚，给你做了点安神汤来。他一定不是真的生气。将军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我有急事，等晚点喝。哎，这是我一个军师能看的东西吗？这里面是嫂夫人，你也觉得像？你再细看。我还细看？合适吗？这男的不是你啊？不是，你心够大的呀，你看着嫂夫人和别的男人。这幅画一来，我就更加确定我的夫人她不是真的生气了。你单凭一幅画怎么能去？原来如此，查一下这幅画谁画的。诺。我要怎么揪出你的真实身份？阿爹，你检查一下，我是不是都写对了？阿爹。发呆很久了，好像有心事。林叔叔还没来，那我暂时做你的军师吧。为什么要做爹的军师啊？阿爹，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这样。其实爹一直都不知道你娘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你比如说，算了，我跟你个小孩子家家说什么呀，你又不懂。算了，我还是直接问你吧。阿爹，你是不是想知道阿娘到底喜不喜欢你？你个小孩子家怎么懂那么多呀？嗯，看来就是了。阿爹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射箭，他什么时候画的我？他说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。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他还说。他还说什么？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你阿爹了。相互什么来着？讲义气嘛。对，那阿娘还说过什么？能不能悄悄告诉爹？再说一遍。还说。秀姑娘不必紧张，我今日来是想询问一事。将军有话请问便是。我听闻城中有一位为烟花女子画像的画师，名唤十七，她画技精湛，文采斐然，
钟灵毓秀，温文尔雅，天资聪慧，温柔善良。灵秀姑娘与他相识，且是挚友，可是真是？将军，请。的确有这回事。这位十七姑娘，现已嫁人。将军，请。十七姑娘确实已经成婚。将军应当还有第三个问题吧？这幅画上可是他的落款？这画像上是。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，其余的我自会判断。多谢姑娘。糟了，十七的身份不会被他发现了吧？十七，竟然叫十七。十七。哎。将军，刚刚叫我什么？没什么。将军，你找我有何事啊？无事。当归。啊，夫人万福。你知道是谁把我屋里这门锁了吗？是将军。将军，将军，你为何把我房间门锁了？你又不在屋中，自然是要锁门。好像没墨了，过来帮我研墨吧。夫人帮夫君研墨，没什么不妥吧？砚台好像有点远，来这边吧。好像还是有点不太顺手。来这边。Thank you.